位在汐止忠孝东路上的嘉东桥，为了美化当地的环境，桥东里办公处雇用了这个彩绘的工程，只是过了7年时间，墙面出现斑驳的情况，所以最近重新进行彩绘，将本来的卡通换上了变形金刚，不过风格也一样吸引了路过民众的目光。在汐止忠孝东路上的这座茄东桥，可以看到彩绘图案不一样了，从原本充满童趣的卡通图案换上了变形金刚。里长说，这里的水泥护栏一开始是白色油漆，7年前画了海绵宝宝，不过时间一久已经斑驳老旧，所以才会想要换一换。想不到这个主题大小朋友都喜欢。那现在在这个忠孝东路哦，就是招商街，然后这边是因为是三个里的交界处，哦。出入的人和车辆每天经过的非常的多了，在上一次的彩绘大概已经是6、7年前的做的，所以都有些斑驳老旧了。哦，那这次就是设计比较不一样的这个图案，然后让大朋友啊小朋友对这个社区的这个绿美化哈，都让他们有这个耳目一新、焕然一新的感觉。还不错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主题吗？机器人主题吧，就变形金刚。哎，对对对对。那觉得这样子是主观看起来如何？还不错了，很漂亮。这个主题大人小孩都喜欢，明亮的配色也让茄东桥忠孝东路有新气象。里长说，光是这个主题就想了很久，执行的时候虽然也有遇到困难，不过真的开始彩绘的时候就已经有小朋友围观，效果真的不错。因为彩绘其实有很多主题啦，那如果就是一般的花草的话，比较不能展现出我们做彩绘的成效。那事实上这个图案也设计了蛮久，也想了很久，那光这个设计还有构思出图都蛮久，那中间执行也遇到了一些阻碍和困难，但是我们都一一克服。那我们在制作在彩绘的当下也有很多小朋友来围观，觉得效果还不错。环境绿美化持续进行，从忠孝东路、铁路桥下都有不同的主题彩绘，也确实画好之后大受欢迎。嘉诚慧琳，汐止采访报道。